好，现在我们继续开会哈。好，我们下一位巡打的林维洲委员。哎，主席，我们请刘代理秘书长。好，代理秘书长。刘委员，哎，代理秘书长，好，我跟你见过面，但是我们不是那么熟了哈。也多年前了啊。那这个，我刚刚在那边坐着哦，就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其实我们平常哦，跟总统府的人员啊，其实是很少会有接触的了哈。因为平常总统府的人也不会来立法院备询哈，所以大概就只有在审查预算的时候，或是业务报告的时候，大概一年大概就一两次的时间会跟总统府的各位官员哈有见面的机会哈。那我今天提了很多那个删减预算的一些提案哈。那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审查这些提案，那我们为了要提这些案子啊，也要花一点时间。虽然总统府的预算八亿多了，不算多了哈，九亿多哈。那我们要从这个不算多的预算里面，又要提，我好像提了快30个案子啊，其实也还蛮辛苦了，要去啊，也要找到合理的理由才能来提删减预算的这样的提案哈，有时候好像感觉有一点为了提案而提案，好，不过这个我想就是制度了，好，这个立法院我们的工作就是挑毛病，啊，鸡蛋里挑骨头，啊，然后从这个预算书里面找出任何我们讲得出理由的不合理的地方，我们只要讲得出理由说，哎，这个有所哈，这个不合理。那我们就会提出来，我想这个就是制度哈。那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工作，我们除了民意的监督之外，也有一些单位也在监督我们，所以这个民主社会的可贵之处了哈。我们来监督你们，然后我们也要被监督哈。所以等一下，你们也不用太在意，我们提了那么多预算，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好。这个接下来我要请教了啊，这个早上也有其他委员也请教一些问题。现在，总统府这个蔡总统上任之后，有这个所谓每个礼拜会开一次的政策协调会，是不是？名称叫什么？正式名称叫什么？执政决策协调会议。执政决策协调会议，哦。那当然也有其他委员质疑啦，哦，说总统府把在总统府内，然后把行政院长相关的人员调集起来，然后呢在那边开决策会议，这样会不会有违宪的问题？好，侵犯了行政院的这个职权，见仁见智啦。好，如果说把台湾认定为是以内阁制为主的一个政体，那这样子就侵犯了行政院的职权，而且在宪法里面也规定啊，总统呢大概就是针对两岸外交国防或是院际协调哦，大概主要是这些工作了哈，如果有明文规定的话。倾向认同说是权责相符的内阁制是台湾比较接近的这个政体，那这样子的所谓的政策协调会议，政策什么？再讲一次。执政决策协调。执政决策协调会议哈，因为你看我都讲不出来，因为它不是一个编制啦，它不是一个合法的编制嘛，所以我们都常常会。党政协调什么会议常常讲错，因为它是一个临时的啊，一个不在编制内的一个会议。如果认为台湾是一个接近内阁制的制度，
那这样子的作为啊，事实上是侵犯了行政院长的职权呐、啊。但是早上我也认真的听了你的回复，总统直选，所以要面对全民，要负起最后的执政责任啊，好坏坏，最后他要盖瓜承受，所以他来承担决策的这个责任啊。那这样子的看法呢，也合理。这个就是倾向于台湾是总统制啊，而不是所谓双首长制或是倾向内阁制。如果是这样，当然也合理。时间怎么那么快啊？哦，一下子就剩下一分钟哦。好，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啊，黑猫白猫哈、哦，会抓老鼠就是好猫了。在不违法的情况之下，我也不反对说总统开这样的会议，只要不违法，那他要负责任也合理，但是要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啦，这个才是重点哦。那几次下来了，我觉得哈、哦、有几个负面的，我提供给你也做参考，回去也可以跟哦总统府内哈、哦、大家也可以沟通沟通。第一点，自从有这个会议之后哈、哦，我们的行政院长哈、哦、能见度急速降低。好，你注意看哈、哦，哦还有两分钟哈、哦，注意看，就有这个决策会议之后。我们看到的就是从总统府发动哦，开了那个会议之后，然后就直接到立法院了，然后一修一立啊，两岸平权哦，种种种种想要过的一些法案就一直陆续推出来，行政院好像就消失了。你如果去大数据去调查一下这一段时间哦，行政院的消息、部会的消息跟行政院长的消息啊，急速的冷冻起来，所以这个是一个讯号。就是说，当然蔡总统想要负责任，然后让决策更有效率，但是有一个负面的作用，就是会让行政院哦失能啊。就既然都要蔡总统负责任了、啊，那我们就等吧。行政院包括院长、部长到二级机关、三级机关的所有首长，大家就等吧，等总统决策。然后呢，总统决策之后呢，直接又指挥立院的民进党党团直接要过相关的法案，因为大部分这一次提出来的跟改革有关的政策大概都要经过立法院，因为有修法立法的问题，所以都可以直接跳过行政院，包括年金改革，包括司法改革，包括一修一立，这一些都是要经过立法院修法或立法，所以行政院变成没事干了，哦，有这个问题啦，这是我观察到的哈、哦。当然，行政院那么大的一个部门哈、哦，那么多的优秀的公务人员在那里，如果他让他们有那种心态，会觉得好像不需要我们，我们只要听命行事，我们不需要花脑筋，也不需要去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对整体的行政体系是一种打击啦。是，跟委员报告，这个是让我们讨论了非常多的案子，也都是行政院的各部会群策群力提出来。那后面的落实也是要靠行政院，所以不会没有事情。拜托主席再给我一分钟，哦，不好意思，哦，好，这是一点，我提醒你，哦，另外一点，我倒觉得，哦，也是一个建议啦，哦，就是不一定要每个礼拜有结果啦。有的事情不是这么可以啊，就大家开个会，然后做一个决策，然后我们就彻底把它执行。你不觉得这几次这几个案子都是因为这样的决策模式，然后造成很大的争议吗？一修一立也是这种情况哦，所以也许可以更审慎一点。好，这是第二点。不一定要每个礼拜都要一定要有结果，而且结果出来一定要下个礼拜完成。为立法院不是橡皮图章了，哦，不是橡皮图章了，老百姓也不是一呼百诺了，说啊，旗子摇一摇，大家都全部顺从了。台湾没有那么好处理。第二点我要提醒的，第三点，我认为既然有这个决策。这个会议协调会议，
针对大家最关心的经济，促进投资，会带来景气复苏的这样子的重大的正面的政策，这个恐怕是民众更希望看到的，而不是只是在除弊。当然有一些是在除弊或是在解决啊之前承诺的问题啊，但是既然有这样子的决策会议，是不是要用这个这么你们认为有效的决策会议来做一些福国利民更正面的促进国内投资，可以提升经济，甚至是国家重大经济投资的一些政策的拟定。好啊，这个拟定就不是每个礼拜我开完会我们就出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出台了一个什么样的政策，也许要好几次，然后也许要行政院再回去研究，然后再回来再两三次，到最后才会拟定出重大的心力方面的政策。这个是我要提醒也是建议你们，是这一点非常同意委员的想法。谢谢，好，谢谢，谢谢。好，下一位是郭正亮委员。郭正亮委员，郭正亮委员不在，那下一位游美丽委员，我们请段宜康委员代理主席。好，我们接下来请游美女委员。主席和我们在场的委员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午安，大家好。主席，有事可以请我们的刘代理秘书长。好，请副秘书长，那不用行礼，谢谢。刘委员你好。啊，刘代理秘书长好哈。我们知道说下个礼拜就是国际人权日，那在这个去年的国际人权日的时候，其实小英总统有做了一个承诺，好，他是说要设立国家人权委员会，那很快一年又将到了，那不晓得就是我们总统府对这个部分好的规划到底如何？因为我们知道说，虽然大家一直在讲说啊，国家人权委员会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设立的必要？那应该设在哪里？但是我们来看看，就是说，因为国家没有国家人权，因为我们对人权的这一块没有一个专责的一个单位，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说跟人权有关的，那因为没有主责的单位，所以呢，就变成各个单位其实在互踢皮球。虽然我们现在已经签了五个公约。那这五个公约呢，当然现在有几个已经一直在做所谓的国家报告，也在进行，但是它的这个尤其是两公约的话，它的这个主责单位是放在就秘书处是放在法务部，但事实上以法务部来作为人权业务的这个主管机关，其实是有点不符啦，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人权的侵害其实是大部分是比较是检察官之类的，所以在这里呢就会牵涉到了，就是说那你一直没有一个所谓的专责单位的情况之下，那对我们整个一个人权的一个进展其实是就是说是不足的，那何况呢我们一直号称我们是就人权是我们好的立国的一个价值，其实也是我们民进党从建党以来一直到现在其实是不见的啊不变的一个价值，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不晓得说总统府这边到底有没有一些想法或是一个规划。是跟委员报告，委员刚刚所讲的我想都非常的同意。那在520新政府就任之后呢，总统府的这个人权委员会、人权咨询委员会也运作过，应该是三次的会议。那其中也针对了国家人权机构、专责机构的设置有做过讨论。那当然，十多位委员里面，对于设置的位阶啊，在总统府之下，还是监察院之下，还是完全独立的，并没有完全一致的见解。那这一届的委员刚好也在最近到期。那从12月以后呢，还会我们有再聘请新的委员进来，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委员会当中持续的讨论这个议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在这个国家人权机构还没有设置之前呢，那之前我们蔡总统在宣誓补提名监委的时候，他也有讲说，
在现在这个过渡的这个时间，我想他会特别强调在监委的提名里面会把人权的因素考虑进去，因为事实上很多人权监督的工作事实上也会跟监察院的功能和角色有一部分的重叠，那强化目前去强化监察委员的人权的意识跟他的角色，这个是我们目前的做法。那至于这个未来这个机构的设置啊，我想我们会在有相这个比较明确的规划的时候呢再跟委员做报告。这个部分是不是因为说实在的，就是说国家人权委员会到底要设在哪里，我想这个再开多少次的会议绝对不会有答案，因为它也不会有共识。所以有时候呢，就是说当一些社会争议的这些的案件或是一些决策，我想到最后就是主事者的决策嘛，他的意志嘛。所以呢，我想这个部分呢可能也需要就是说总统他这边要必须要表态，那否则的话我想这个部分是不会绝对不会有一个共识的。那这个部分呢，我想政府你必须要明确的时候，这个才有可能再往前进，否则的话它就永远是议而不决了哈。这个我们从马政府开始其实就一直在讨论这个议题。那另外呢，就是对于这个所谓的司改会议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总统已经开了第一次的筹备委员会会议嘛哈。那我们不晓得说现在当然就是广征民意，所以现在呢也开始在征集这些的意见的这个阶段。那我不晓得说对这些的意见的征集的这样目前的成效如何，那这么多的我想一定是百花齐放各种意见，那对于这些的意见如何能够让它变成全部是可以讨论的还是怎么样，这个部分你们现在处理是陈委员所说在年底之前我们是在意见征集的阶段。那我早上也有报告过，就是说除了网络的网站上面意见的征集，那总统府也都所有的这个民意反映的管道也都开放来让大家表达意见，同时民众也可以到法服在各地的中心好去口头的表达他们的想法。那另外其实我们的幕僚同仁呢也在收集民间不管是司改的民间单位或者是所有相关的论坛还有相关的团体，大家所甚至包含我们的法务部跟司法院所提出来的司法改革的清单跟他们的想法，那这个东西都会在一边是征集的过程中一边来会诊。那我们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之后，那我们的现在网站上都有第一次会议大家的发言纪要了哈。那两位副召集人就是瞿海元教授跟许宗立院长，他们也会分别在召集这个我们的这个目前的这些司改委员会的委员哈。再来密集的讨论，那最主要是希望能够一边征集一边来整理这个议题清单，下一个阶段就会开始扩大讨论。我们有两个阶段的扩大，第一个阶段就是分组，当我们这个意见征集并且做了一个议题的分类之后呢，大概就会有几个分组的专业会议。在专业会议的时候，除了我们本会的委员之外，会再邀请各界的委员、民间的人士还有专家一起来参加。那到了最后的所谓国事会议，就我们叫总结会议的阶段，又会再扩大，把所有有希望能够参与的意见领袖都能够纳进来。好，那我知道，那是不是请回座？我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那个国安会的吴秘书长？好，请吴秘书长。有委员你好，吴秘书长好哈。是。我们知道说，在国安会其实里面有一些的组织也都是前朝或是以前就已经定下来的。那现在里面有一个所谓的咨询委员，那咨询委员呢，我们一直没有法制化。那现在呢，就是我们新的政府也这个就是接掌了。那对于这所谓的咨询委员的这个法制化呢，是不是也需要把它这个去以法律的规定去把它法制化？您的看法呢？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说依照我们的国家安全会议组织法哈，那个咨询委员是由总统所特聘，那这个部分已经在我们的法律规范当中。那至于咨询委员他们的层级以及他们的主要的工作等等的哈，那这个部分是行之有年，从民国84年到现在都是一样的哈。那我想很多人在问说，为什么咨询委员他们的那个薪级是用特聘的，是用那个部长级的啊？其实这个部分我们也曾经询问过行政院，那行政院在民国95年8月21日也有给我们一个函回复我简单念一下哈，就是说国家安全会议组织法第二条及第九条规定，
咨询委员系由总统特聘，主要职责就国家安全之相关事项进行专案研究，提供总统决定国家安全有关之大政方针之咨询，并需与其他相关部会协调及主持幕僚工作会议，为与同属总统任命之其他特任特派人员衡平考量。因此，政务人员奉给条例草案完成立法之前，同意我们咨询委员的待遇先行参照部长级之月俸。那这个是目前的这个相关的规定以及行政院的解释。对，就是说现在目前都是用行政命令在处理嘛，对不对？但是其实对他们的这些的性质，就是说咨询委他的性质啊、职务啊、那个他的薪级等等，我想这些还是应该要让他法制化吧。因为这个部分，事实上，我想咨询委员其实已经这么多年来，他的就是那些职位在那里。那其实就像刚刚讲的，也行政命令也规定说，好，他的薪级是怎么样？那这些既然是已经存在的这些事实，而且如果说我们不会去改变的话，那就应该让他法制化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面应该要有的吧。所以是不是你们能够回去讨论一下，是研究一下这个委员这个建议非常好，我们会带去做进一步的研究来加以改善。谢谢委员。Okay, 好，那拜托。好，谢谢。好，谢谢，请回。下一位，我们请蔡宜瑜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那我们是不是请我们代理秘书长？我们刘代理秘书长，请。蔡委您好。刘代理秘书长好，五个字真的很矮个。我早上听了我们段委员在有感而发那一段发言中。我真的觉得说，我们代理秘书长应该要思考一下，我们这段时间没有秘书长，那由你来代理，那我相信说，以你的能力，你对整个政治的政局的一个了解，真处是一个很棒的。好，我们不讲这个了。谢谢委员。我想要跟，我还是称副秘啦哈，副秘哈。那我想要聊一下，就是说我们总统府，我们最近刚公布了20名资政。那当然，在这资政的公布过程中，有些被邀请的人，他可能因为一些政局上的一些变化，尤其我们知道，我们高俊明牧师，可能是基于他一些信仰上的一些歧义，所以他去拒绝了。但是我认为说，我们是不是在公布资政以及总统府的国策顾问这段时间，我认为拖的时间是作业时间太长了。对，那到底这段时间为什么不能加速呢？是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会加速来办，会加速办。对，因为我认为说，像国策顾问。依总统府的编制，它是无几职嘛，是，对，所以它只是一个荣誉职，是，那最多是90名，对，那如果我是假设，我们在比较短的时间，我们就设个社会上有影响力、有声望，那他们在专业上有他的专业的人，我们赶快把他，既然我们觉得他这个人是值得我们大家除了尊重。他的很多建议也是值得大家去参考的。我认为说这个作业上应该要快一点，因为社会上有更多人一起，他们因为当了我们的国策顾问，那他了解我们整体我们国家我们蔡总统的施政方向，由他出去帮我们宣传，我想会比我们现在我们每个选区我们现在每个选区我们在办台湾好政。好，我们在美国的选区，那跟我们的选民说，我们到底这上任这五个月来到底做了什么？我想我们有更多这样有在社会上有声望的人士来帮我们宣传，这是很快的呢。因为我们这五个月来，我们做了很多事，我们不管是在党产的处理，还是我们在很多政府内部的一个改革，可是这样做的这些事情。在外面帮我们讲话的人少了，
反而在这段时间批判的力道是越来越强。那这样批判的力道强了，变得说，哎、啊，我看我们很多官员好像都变得红眉加抓耳根，我觉得这样不好。好、哦，所以这部分是不是请副秘可以再回去内部在规划上可以再快一些？是，嗯，我们在因为这个是一个算是也算是很人数很多的一份名单了，人数很多。那一方面在接洽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回复比较快一点，那有些人回复会稍微晚一点。对。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整份名单因为是一起公布，所以也要花一点时间去我想分批公布也是可以嘛，如果回复比较慢的那就放在第二批，我们可以分几批作业嘛，是真的、哦、一次出来是很壮观很漂亮，哎呀 啊不过如果真的在于作业上，因为有些人他还没有回复的话，也许可以先把它当第二梯次，那不要让有心，然后他也受到征询，然后他受到征询后他也很期待呢。我在嘉义就有一个很期待啊，结果已经等几个月了吼，我觉得那种热情会下降，是，好不好？同意委员所说的，我们回去加速来办理。好好，谢谢。那第二个我要跟，我们副秘哈要聊的是，我们现在大家事实上国人最关心的还是在于，明年即将召开的这个司法改革、司法的国事会议。那目前我们针对这个司改的内容，我们是透过网站开始收集大家对于司改的一些状况，还有我们大家希望司改的讨论的一些方向。那我在前天我看到一个新闻是，在法官的一个自己内部的一个网站，那他们去批判，好、哦、批判说，我们在强调台湾的司法的现状的时候，不被国人所信任这件事情上，结果法官的定义是。这句话司法不被国人所信任这句话由总统讲出来就代表总统宣告台湾的司法死刑、哦、他讲的这个逻辑上我真的是我无法去理解说为什么这些法官会说的这样，是他们比较玻璃心，是他们比较没看一红两鬼姑啊、哦、所以我现在担心的就是说我单从这样的法官内部的一个论坛中会有这句话的产生，我就可以断言我们明年要召开的这个司法的国事会议又会变成审检辩学大家的大混战，很难找到一个共同的结论。副秘，你会担心这样吗？我想过去司法1996年司法改革会国事会议它的被大家认为一个比较需要去改变的地方，就是因为它就是司法人为主，那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我们觉得司法人跟非法律人应该都要参与。那我们这一次总统所邀请的司法改革这个国事会议的筹备委员里面也是法律人非法律人各半，那就是希望把人民站在非法律人的角度的看法跟观点能够纳入。但是司法不管是法官还是检察官，我想总统都把他们当作是司法改革路上的伙伴。对，我相信这个是正确的，因为毕竟被改革的即将要被改革的人他也是要参与这个司法改革的伙伴、哦、所以当然说他们的角色会变得很尴尬也很痛苦、哦、因为他们即将被改革，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这一群司法的法律人他们因为抗拒所以引抓可能有一些比较不当的发言，所以我认为说在这个国事会议中非法律人他们对于整个台湾法的一个理解会变得非常的重要。那我这样看起来说目前这样找的这一批人我觉得好像少了主张陪审制的、哦、因为大家也是认为说台湾的法律的司法改革是不是可以朝向美国的一个陪审制，但是我这样观察起来少了这样的声音、哦、因为真正司法改革一步到位就是用人民来参与审判，而这个参与审判目前有所谓的参审跟陪审，我发现这样的改革中少了陪审的声音，这部分是不是请副秘可以再斟酌一下？是，我们不会把委员的意见带回去，我想至少我们在下一个阶段这个议题分组讨论的时候我们会扩大参与，把不同的意见都纳入。好，谢谢。那好，谢谢，那请副秘。
那我最后剩几秒时间，是不是请我们国安，我们吴国安会？吴秘书长，请。吴秘书长。主席再给我一分钟就够了。蔡委员好，秘书长好。哎，是。秘书长，那我看到这几天有新闻说，中共他可能因为 APEC 会议后，那他们有这个他们的军机哈，然后有飞越我们的南海哈，北部跟南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想跟秘书长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因为我的选区就是我们现在嘉义的水上机场，也就是我们 F-16 停放的一个地方。那就我跟他们的一些互动中，我清楚的知道，最近 F-16 他们去升降的比率增加很多。那为什么会增加很多？就是中共这边不断的挑衅，不断的企图要在这个中线的地方，要压迫过来，变成我们的很多我们的空军，我们的优秀的一些飞行员都要紧急的要升空，然后去跟他做一个牵制，所以也是非常的辛苦。那我当然是借由这件事件，也是要提醒说，事实上这个事件是从520来就一直是这样的，并不是说在 APEC 后他们才有这样的一个动作。那所以变得说，中国是不断的在对我们在做这样一个挑衅的行为。那我们确实国军在于这样的一个防备以及部署上，在这段时间会特别辛苦。所以我也希望秘书长，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到我们水上机场，大家鼓励啊，大家，安尼打气一下。好吧，委员感谢你。那也简单跟委员回应一下，就是说我们的国军对于中国的演训的状态是有100%的掌握，也有100%掌控的这个实力。那这个也要请国人放心。那谢谢委员的指教。好，谢谢。下一位，我们请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不在。陈雪生委员，陈雪生委员，陈雪生委员不在。罗志正委员，谢谢主席，可不可以请刘代理秘书长？刘代理秘书长，请。罗委员好，代理秘书长早。好，那个大家都提到你争储的问题了哈。于公，我是认为你绝对有资格可以争储当秘书长。于私的部分，我觉得那是很辛苦的工作哈。所以不管怎么样哈，代理位置上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哈，那个大家提到资政跟国策顾问的部分，但是总统府组织法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叫做战略顾问，最多可以几位？最多10位。15位。15位。对不起，15位。我们现在聘了几位？4位，而且是有几职的，对不对？是。那另外还有11个缺嘛？对。那总统府有没有在规划？因为我自己是国防委员会的，我一直很期待，就是说，总统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希望鼓舞、激励我们国军的士气，但是我们在这个所谓战略顾问这一块，坦白讲，那个速度还是慢了一点，它是上将的一个顾问，所以我建议就是说，有在规划吗？还是很快要公布？还是还没有，暂时没有规划。目前我想人事的部分，总统可能有总统的想法。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我的了解并还没有提到。但是秘书长基本上就是相战总统嘛，所以我们希望把这意见带回去，然后去评估一下。因为真的，这个对于我们国军的士气的这个激励，或对总统整个国防战略的规划，一定有加分的嘛，好吧？而且是无几职，又不是要付薪水。他是有几。全部都有几支吗？是有几支。15个吗？我们预算原额是编10个吧。那你们编了到时候被砍了，你们现在还没补齐哎。哈，既然编了就要想办法把它补齐，好吧？请秘书长好好回去去规划研究，帮总统找出适合的人选来扮演这个角色。不然你不补齐的话，到时候预算通过你又不补齐，到时候不是很奇怪吗？好吧。好，委员一定会带回去。好，谢谢秘书长。可不可以请那个国安会吴秘书长？吴秘书长，请。罗委员好，好，秘书长辛苦了。那个，其实我们在好多委员会都提到一个很重要台湾国家安全的问题，是就是对岸对我们的渗透、间谍、
还有各式各样收集情报的作为。请问秘书长，台湾的保防工作的主管机关是谁？应该是没有一个那个主管机关，没有错，相关的部会是还不少，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台湾没有一个主管机关负责统合协调台湾的保防工作。台湾有个国安会，当然负责整个情报的收集，作为总统的幕僚单位，但是你们是幕僚单位，不是一个可以站上第一线的保防或者是情报工作的机关嘛，对不对？所以台湾目前保防工作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缺乏一个总七成的主管机关。秘书长，保防工作的法源基础是什么？目前我们的相关的单位正在做一些修法的这个工作，那可能最近会有一个结果。可能修法是不够，是要立法，因为我们现在唯一的法源基础是行政院公布的保防工作作业要点，是一个行政命令。可我们台湾所有单位，不论军中保防、社会保防，乃至于机关保防，都在做，每天都在做，可缺乏一个位阶比较高的保防工作法，或保防工作的一个，不管叫什么法了，特别法也好，缺乏这个东西，所以既没有主管机关，又没有法源，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漏洞。而我们又知道，对岸对我们可以说每天都在进行渗透，作为情报，甚至看到这么多可能将官到对岸去，我们完全束手无策，只能说抓到之后扣他的薪水或减掉他的退伍后，这都是事后在补破网，对不对？对，没有错。那我们听到消息就是说，总统府或者说国安会有在积极研拟另立保防专法的可行性，是不是有这个工作在进行？这个是由我们的国安局和调查局等等相关的单位正在研拟当中。所以新政府是有要推动保防专法，是有这个意愿。嘿，总统有做指示嘛？对不对？有讨论过。所以事实上，这是一个大的既定政策的方向，也就是未来要把这个保防工作明确的法制化。对，的确是要法制化。OK。秘书长，你知道这过去曾经发生过总统府的参事被抓到担任共谍，知道吗？这个我曾经看过媒体报道，不是真的是有这个资讯，不止媒体报道，你们国安会应该有这个资讯啊，是有的。调查局给我的资料，国安局给我的资料是有的。各位想想看，总统府里面都有共谍，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对不对？所以保防工作，但不是现在了，过去被破获的嘛。所以我还是强调一下，就是秘书长，你的责任非常重要，就是保防工作法一定是未来政府要特别特别去进程也好，修法的方向也好，一定要扮演主导的角色。是，秘书长可以吗？是，可以。当然我们会加速来。虽然我们是丢给调查局在研拟，或者请国安局来提供协助，但是还是缺乏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指导的一个单位在协助立法的工作了。未来未必是国安会扮演所谓主管机关，但这个东西如果没有人要推的话，那个法立法耗时会非常久，所以可以请也拜托国安会这边更积极点来推动保防法，可以吗？可以啊，非常谢谢委员的指教，这个我们会加速来。因为我自己也会提一个保防的专法出来，可能到时候跟行政院版本一起来对照一下。我的版本是从人权的保障，从国会的监督作为主要的切入点。那行政部门可能比较强调保防工作实际的推动啦，或者是法令的规范等等的。但是我相信，如果这几个版本丢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比较能够吻合台湾需要的一个保防工作的一个做法。那秘书长，请问一下，在立法完成之前，政府有没有任何作为来强化台湾的保防工作？有没有？跟委员报告，的确是有。那有些事情是涉及到机密的工作，那我们也有协调相关的单位，针对一些异常的这个状况，来思考如何来处理。那这个部分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事情。那相关的单位对这些事情也都非常认真。那是由国安会来主导吗？还是哪个单位？这个不是说主导不主导。那我们观察到这些现象之后，我们有开会研商接下来要怎么样来进行？那这个部分是都有在进行当中。OK， 好，就是说立法可能需要时间了，是可能半年、一年甚至更长。可在这过程当中，我相信对岸对我们的这种渗透这个一定是持续进行当中的。那这一块可能还是要提醒行政部门，尤其总统府这边，可能还是要强化一下当前的保防的做法，还有一些可能必要的一些措施，反制的措施，这样可以吗？可以。OK， 是的，好，谢谢，谢谢秘书长，谢谢。好，那下一位，请站立，尚委员。
好，谢谢主席啊。我想我们请吴秘书长。吴秘书长请。吴秘书长好哦，我想从川普当选以后呢，大家都在人云亦云啊，纷纷的猜测，是不是国安会没有给我们总统非常详细的一些资讯哦，所以以至于呢总统押错宝了哦。那所以呢，没有押错宝这件事情，没有押错宝，没有押错宝。那现在哦，就是说，那针对我们一直以来都期待要加入 TPP 嘛，是。那现在呢，川普也是公然说。哦，他绝对要退出 TPP 啊、哦！那现在我们有没有什么因应的措施？我想请问一下秘书长。谢谢委员这个宝贵的问题哈、嗯。那的确，这也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嗯、那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就是说，川普政府可能会退出 TPP 的这个最后的阶段、嗯。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日本政府他对于 TPP 仍然是非常的坚持。那也因此，将来并不是说没有 TPP。而是说，将来 TPP 通过了，可能是没有美国这一块。那当然缺少美国这一块，可能对 TPP 未来所能够发挥的这个经济的效应可能会有所影响。那对于我们台湾而言，能够加入区域经贸整合的这些机制，对我们来讲都非常重要。好，没有 TPP， 还有其他的双边的，甚至有其他的区域经贸整合的机制。那可能会加入 RCEP 吗？这个我们从来就没有排除过，而且我们一直都在说，所有的这些区域经贸整合的机制，包括 TPP， 包括 RCEP， 都是努力的方向。好，秘书长，我想我比较在意的了就是说，不止未来会不会加入 TPP 了哦，那就是美国商会还有 AIT 呢，一再的告诉我们就是说呢我们台湾跟美国的这些经贸的合作呢，有可能第一张门票就是要我们先开放。让含有瘦肉精的美国猪肉进口。那现在呢？如果假设没有加入 TPP 的话，我们还要兑现这张门票吗？有关于那个美国猪肉这个问题哈，目前讲都是为之过早的一个问题。嗯、那政府的一个职责就是要维护国人食的健康。那在这一方面，我们会100%的来掌握也要捍卫国人。食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安全的所有的这些问题，那当然台湾是一个朝向世界开放的一个经济体制。那如果说我们需要跟其他国家有更多的这个经济的合作的这种机制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去思考，在食品安全都能够100%的掌握之下，让国人食品安全无虞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必须要去思考。我们应该跟其他国家有更平等的一种贸易。秘书长，你今天讲的话你一定要记得，也就是为了我们所有2300万人的这个食品的安全。所以你是在最近嘛，刚赴日本去嘛，哈？那你知道坊间现在在反什么呢？反日本核灾食品，包括我看到我们所有的官员遇到日本、遇到美国。几乎已经放弃主权，也放弃我们的渔权，甚至现在连民众的健康你都要拿来牺牲。所以你刚刚讲的每一句话，我想今天都有登录了哦。也就是站在食品安全的这个立场呢，我们一定要坚决。所以我不晓得国安会，你第一个没有办法提供正确的资讯给总统，甚至现在对于美日跟台湾的关系。一再的倾向美国跟日本，尤其现在看到日本几乎是鞠躬哈腰的，刚刚讲的话你可以再讲一遍吗？这次刚开完的台日关系的这个经贸会议，这个日本的会长啊，大桥光夫来到这里怎么说的？他一开始啊就讲好像台湾人是没有根据的，是没有理性的，马上表述我们应该针对日本核灾食品解禁。秘书长，你刚去日本回来，那他们怎么要求你的？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就是说我去哪一个地方是机密的行程，有没有去日本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跟你报告。但是可以跟委员报告的就是说，我们对于食品安全这个部分，我们是有100%的信心来维护国人的这个食品安全的这种好，那秘书长，你现在可不可以保证日本？
本核灾食品绝对不会进入台湾，你会保证？有污染的，我可以保证，只要有任何污染的，就不会进到台湾。什么叫做污染？什么叫做污染？就是、我们福岛核灾区临近的这四个县市，委员跟都是属于污染的。有没有污染是要依照国际的标准？我不是这一方面的科学家。好，我请问你哦，我们有相关的部门来从事这方面的这个工作。我们自己人力不足，设备不足。我们现在依据的标准是日本提供给我们的。我们曾经询问过，那甚至日本这个政府对于韩国，他们是提供的哦，有能力来。但是对于台湾，他们是无视台湾的存在哦，几乎啊根本就看不起台湾人、啊。没有，不是台湾的存在。在这一次的经济会议里面，他们有提到食品安全这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没有跟他们做任何的协商。这个部分是可以让委员知道说，我们在这个部分是有。秘书长，你要记得你今天这些话哦。我想你就是离总统最近的啊，而且呢，总统呢，我想现在台湾已经不是什么内阁制了，已经是总统制了哦、啊。也就是呢，总统就九人小组嘛哈，就决策了以后呢，我们就一定要买单，包括。哦、所有上上上下通通要配合所有的政策了哈。那我想今天是要省总统府的预算，那我们的这个代理的秘书长刘秘书长在吗？好，刘代理秘书长，好，好好，那个吴秘书长哈，你要记得你说的话了哦。好，张委员好。好，那个我们刘秘书长哦，我想现在啊。整个我们总统府大概资金太多了，经费太多了，所以黑机关设了一大堆。我现在念所有的黑机关，如果错误你就告诉我哦。第一个，新南向政策办公室；第二个，国安会资通安全指导小组；第三个，人权咨询；第四个，年金改革办公室；还有原住民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的办公室；司法改革国事会议筹备委员会。这么多的。我有没有漏掉的？这些都是任务编组，那任务编组都有法源，都是说他有依据中央法这个组织基准法来这个有任务编组的相关规定。那这些编组有没有跟行政院的叠床架屋？有没有这所有的任务呢？几乎啊都是重叠的，有没有？没有这个问题，我跟委员报告。没有这个问题吗？比如说就年金改革，在总统府这边召开的是一个委员会议，好，那总统府一局就担任。原来的这个同仁就来兼办这个会议的幕僚的工作，但这会因为非常多的工作，所以行政院这边有一个年金办公室，那这个办公室就是整个年金改革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幕僚机关。那在这个议题啊等等筹办的方面是以这边为主，所以其实是各有分工。最重要哦，我想今天是要省总统府的预算了哈。那当然我们是希望就是说，也就是说呢，每一个职务、每一个任务、每一位。哦，这些都是很好的人才了哈，都是真正能够发挥长才哦。但是如果跟行政院叠床架屋，我相信台湾人民哈，哦，我想不会浪费这些公帑的。是，哦，因为台湾现在目前呐，如果以你们现在所推出的每一个政策，我觉得那是花钱比赛了，花钱比赛了哈，利用政策，然后扩大很多的这些啊经费，包括很多的基金会哦。我想这些呢都不是我们所乐见的哦，所以呢，我想今天哈、哦、审预算的时候呢，这些所有的任务编组呢，应该要好好的检视一下。是有时间的话，就向委员更详细的说明。好，那谢谢啊、哦。谢谢委员。好，那我们现在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都已经发言完毕，那询答结束，那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尽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会委员郭正亮等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以书面答复。那我们现在来进行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总统府主管不含中央研究院收支部分之处理。我们来先来处理税入部分，再处理税出部分。那我们现在请宣读税入部分的预算数，全部一并宣读。是，请参看106年度总统府税入来源别预算表，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无列数，一项总统府无列数。三款规费收入123000元，一项总统府123000元，一目使用规费收入123000元。四款
财产收入1,928,000元，一项总统府1,928,000元，一目财产孳息1,838,000元，其中权利金1,370,000元，租金收入468,000元，二目废旧物资售价90,000元，七款其他收入306,000元，一项总统府306,000元，一目杂项收入306,000元。106年度国家安全会议税入来源别预算表部分，四款财产收入60,000元，二项国家安全会议60,000元，一目废旧物资售价60,000元，二项国家安全会议18,000元，七款其他收入18,000元，二项国家安全会议18,000元，一目杂项收入18,000元。106年度国史馆税入来源别预算表，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无列数，二项国史馆无列数，三款规费收入26,000元，二项国史馆26,000元，一目使用规费收入26,000元，四款财产收入908,000元，三目国史馆，三项国史馆908,000元，一目财产孳息838,000元，其中权利金129,000元，租金收入709,000元，二目废旧物资售价70,000元，七款其他收入260,000元，三项国史馆260,000元，一目杂项收入260,000元。106年度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税入来源别预算表部分，二款赔偿及罚款及赔偿收入无列数，三项国史馆台湾文献馆无列数，三款规费收入451,000元，三项国史馆台湾文献馆451,000元，一目使用规费收入451,000元，其中资料使用费26,100元，服务费19,000元，四款财产收入141,000元，四项国史馆台湾文献馆141,000元，一目财产孳息91,000元，其中租金收入91,000元，二目废旧物资售价50,000元，七款其他收入884,000元，四项国史馆台湾文献馆884,000元，一目杂项收入884,000元。宣读完毕。有税入部分的提案，那是不是请宣读？第一项税入一提案，鉴于政府机关多以对员工使用停车空间予以收费，原建议总统府亦应紧速对员工停车部分订定收费标准，收取费用，以落实使用者付费原则及增进财政负担公平，并符本院103年度所作决议。提案人张宏禄，联署人周春米、蔡逸瑜、段宜康、尤美女。第三项国史馆税入一，第53页，建议国史馆应研定改善之道，以更有效率之方式加速开放线上阅览，并积极谋求有效之出版品行销策略，以增裕国库收入。提案人郭正亮、张宏禄、周春敏。宣读完毕。好，那大家对于这个税入哈，这个是总统府还有一个是国史馆两个主决议，大家有没有意见？这个总统府有没有意见？是不是让我们回去研议？回去研议？是说，主决议就主决议上，主决议让我们回去研议。如果你同意，我们就通过就好了。看你们有没有文字要修改或什么。好，总统府说明一下。这个提案啊，总统府要说明一下，我们的南北的广场它不是一般的停车场，它是一个多用途的广场。另外，它除了维安之外呢，它要提供一般的公益活动来使用。所以，依照规费法第13条第3项第3款的规定，基于公共利益或特殊考量，规费得予免征。所以各位委员的看法呢？那个税入的第一个主决议，现在总统府是，你们的意思是说
这个没有办法收费，因为它现在是你们不是停车场，它是多用途的一个广场啊，而且还有它不予处理了，不予处理了，不予处理，不予处理。好，那第一税入的总统府的主决议第一项不予处理。好，那那个国史馆的，好，国史馆表示一下意见。这个原定改善之道，我们已经这个初步已经规划了，要朝以电子书的方式来出版，而且在今年10月25号就会有促销的活动，来增加我们出版品的行销。所以就主决议通过可以哈，好，那国史馆的哈就是第53页的那个主决议，那就照案通过哈。好，那大家对于这个税入部分有没有意见？那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均照列哈。好，那我们现在来念税出部分。税出部分提案，请等一下，税出部分请宣读。106年度总统府税出机关别预算表部分，一款总统府主管9亿6763万4千元。一项总统府9亿6763万4千元，一目一般行政8亿5181万9千元，二目国务机要3000万元，三目国家庆典1707万5千元，四目研究发展1262万6千元，一节国家发展研究及咨询1262万6千元，五目新闻发布1136万6千元，六目卸任礼遇2525万5千元，七目公报编印及印信勋章铸造922万元，八目一般建筑及设备820万元，一节交通及运输设备820万元，九目地预备金207万3千元。国家安全会议税出机关别预算表部分，一款总统府主管2亿077万5千元。二项国家安全会议2亿077万5千元，一目一般行政1亿7787万2千元，二目咨询研究业务2148万3千元，三目一般建筑及设备92万元，一节交通及运输设备92万元，四目地预备金50万元。国史馆税出机关别预算表部分，一款总统府主管2亿332万8千元，三项国史馆2亿332万8千元，一目一般行政1亿7840万9千元，二目史料采集与典藏1600万9千元，一节史料采集801万2千元，二节史料整编典藏阅览799万7千元，三目国史编纂857万元，四目地预备金34万元。106年度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税出机关别预算表部分，一款总统府主管9607万元，四项国史馆台湾文献馆9607万元，一目一般行政7909万9千元，二目文献业务1697万1千元，一节采集文献暨文物大楼营运379万5千元，二节整理文献暨文献大楼营运780万1千元，三节编辑文献暨史迹大楼营运537万5千元。宣读完毕。好，那现在请，因为有委员提出这个税出部分的提案，那现在请宣读。请参阅提案书面第三页，1-1，总统府税出一般行政拟减列数1000万元，提案人林维洲，联署人许淑华、林德福。1-2，总统府一般行政加班值班费拟减列数1590万元，提案人许玉仁，联署人许淑华、林维洲。1-3，总统府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委办费拟减列数80万元，提案人许玉仁，联署人许淑华、林维洲。1-4，总统府一般行政资讯行政工作维持委办费
拟减列数100万元。提案人许玉仁，联署人许淑华、林维洲。一至五，总统府一般行政，拟冻结数500万元。四，总统府就免费提供场地供员工停车，研议相关解决之道，并至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进行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林维洲，联署人许淑华、林德福。一至六，总统府一般行政，拟冻结数500万元。四，总统府针对国家年金改革委员会之运作、预算编制、宪政运作等相关问题，至委员会进行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林维洲，联署人许淑华、林德福。一至七，总统府一般行政，拟冻结数500万元。四，总统府针对新南向办公室之运作、预算编列、宪政运作等相关问题，至委员会进行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林维洲，联署人许淑华、林德福。一至八，总统府一般行政，拟冻结数500万元。四，总统府针对总统府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之运作、预算编列、宪政运作等相关问题，至委员会进行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林维洲，联署人许淑华、林德福。一至九，总统府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冻结十分之一。四，总统府对于办公室清洁维护等类型招标案，研议适用政府采购法第22条第一项、第12款规定，提出书面报告，送委员会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林维洲、林德福、许淑华、郑天才。一至十，总统府一般行政，国外旅费拟冻结数342000元。四，总统府提出考察日本行程之重要性、目的性之报告，并至委员会进行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林维洲，联署人许淑华、林德福。一至十一，总统府国务机要拟冻结数3000万元，由总统府针对年金改革会议及司法改革国事会议相关业务内容及经费编列情况，向委员会提出报告后，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许玉仁，联署人许淑华、林维洲。一至十二，总统府106年度预算建请国家庆典预算减列10%。提案人许淑华，联署人林维洲、许玉仁。一至十三，总统府国家庆典拟减列数150万元。提案人林维洲，联署人许淑华、林德福。一至十四，总统府国家发展研究及咨询拟减列数114万6000元。提案人林维洲，联署人许淑华、林德福。一至十五，总统府106年度国家发展研究及咨询建请减列400万元。提案人许淑华，联署人林维洲、许玉仁。一至十六，总统府国政规划与咨询冻结1/5。是总统府提出增加原住民族30000个新的就业机会之国政规划报专案报告，并经委员会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林维洲、林德福、许淑华、郑天才。一至十七，总统府国家发展研究及咨询国政建言拟冻结数161万3000元。是总统府至委员会进行国政建言业务之运作状况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林维洲，联署人许淑华、林德福。一至十八，总统府国家发展研究及咨询两岸关系与区域发展拟冻结数275万5000元。由总统府向委员会提出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许玉仁，联署人许淑华、林维洲。一至十九，总统府国家发展研究及咨询两岸关系与区域发展拟冻结数275万5000元。是总统府至委员会进行两岸关系维持良善互动之策略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林维洲，联署人许淑华、林德福。一至二十，总统府公报编印及印信勋章铸造拟减列数590万3000元。提案人林维洲，联署人许淑华、林德福。一至二十一，总统府106年度预算案交通及运输设备预算全数减列。提案人许淑华，联署人林维洲、许玉仁。一至二十二，
总统府交通及运输设备拟减列数820万元。提案人林维洲，联署人许淑华、林德福。1-23，总统府第八目交通及运输设备中运输设备原列820万元，全数减列。提案人张宏禄，联署人周春敏、尤美女、蔡逸瑜。1-A，中华民国总统府组织法第17条与组织条例第1条，以因情势变迁而不合时宜，应无继续施行之必要，建请总统府检讨该条例存在之合理性。提案人张宏禄，联署人周春敏、段宜康、尤美女、蔡逸瑜。1-B，请总统府协调考试院，针对考试委员兼任点试委员长及重复聘任之问题进行通盘检讨，并于6个月内向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提案人蔡逸瑜，联署人张宏禄、周春敏、段宜康。1-C，为配合转型正义之政策，请总统府逐步取消膜拜、遥祭类的惯例仪式，端正民主制度之价值观。提案人蔡逸瑜，联署人张宏禄、周春敏、段宜康。1-D，为让民众了解开放日本核灾食品进口，请总统府提供105年11月29日总统与日本交流协会会长谈话内容或会议记录。提案人许淑华，联署人林德福、林维洲。1-E，总统府106年度预算案之预算员额达143人，经立法院预算中心指出与实际员额落差过大，请总统府依实际员额需求核实调整预算员额。提案人尤美女，联署人张宏禄、周春米、郭正亮。1-F，建议总统府予依规定及实际人力需求核实简列技工、工友及驾驶之预算员额，以落实政府政策。提案人张宏禄，联署人周春米、蔡逸瑜。1-G，建请总统府检讨国庆典礼筹备流程及规定，评估由总统府负责统筹规划之可行性。提案人段宜康、周春敏、张宏禄。1-H，建请总统府提出设置国家人权委员会的规划时程，并于国家人权委员会成立前强化既有机制之人权促进与保障功能。提案人尤美女，联署人段宜康、张宏禄、郭正亮、周春敏。1-I，请总统府拟定机制，开放司法改革国事会议筹备委员会部分委员由民间产生，并予以机制及组织法制化，于3个月内向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提案人蔡逸瑜，联署人张宏禄、周春敏。1-J，要求总统府应该全面检讨各任务编组存续之必要性，以准结人力物力。提案人许淑华，联署人林德福、林维洲。1-K，建议司法改革国事会议官方网站应定期公布意见征集情形及筹备委员会每次会议之主题、讨论事项与最后结论。提案人周春敏、张宏禄、蔡逸瑜、段宜康。1-L，请总统府考量国家现阶段财政紧缩，针对致赠100岁以上人瑞之敬老状暨礼品，提出替代方案，得以节省经费，或评估该计划取消之可行性，并于3个月内向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提案人蔡逸瑜，联署人张宏禄、周春敏。2-1，国家安全会议一般行政工作计划项下编列政务人员待遇2200万元，减列50%。提案人许淑华，联署人林维洲、许玉仁。2-2，国家安全会议一般行政减列数2200万元。提案人林维洲，联署人许淑华、林德福。2-3，国家安全会议一般行政拟冻结数500万元。4. 国安会将上述问题提出相关解决办法，并至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林维洲，联署人许淑华、林德福。2-4，国家安全会议一般行政拟冻结数500万元。4. 国安会提出建制专属网站计划，并至委员会进行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林维洲，联署人许淑华、林德福。2-A，建请国家安全会议应研议将咨询委员纳入组织予以法制化，
明确订定咨询委员之性质、职务、有几或无几等等与组织相关之事项，依法编列薪酬预算。提案人郭正亮、张宏禄、周春敏。二至 B， 请国安会尽速制定其咨询委员之性质、职务及有几或无几之相关法律。提案人尤美女，联署人张宏禄、周春敏、郭正亮。二至 C， 国家安全局系单独立法之机关，为国安会为国安局上级机关，宜督促该局紧速依规定编制单位预算，以符体制。提案人张宏禄，联署人周春敏、尤美女、蔡逸宇。三之一，国使馆一般行政拟简列数110,000元。提案人林维洲，联署人许淑华、林德福。三之二，国使馆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一般事务费拟冻结数435,000元。待至本委员会报告编列原因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林维洲，联署人许淑华、林德福。三至三，国使馆106年度预算案史料整编典藏阅览工作计划，编列799,700元，建请减列10%。提案人许淑华，联署人林德福、林维洲。三至四，国使馆史料采集、文物采集、展览应用一般事务费。拟冻结束513,000元，待至本委员会报告编列原因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林维洲，联署人许淑华、林德福。三至五，国使馆史料整编典藏阅览，拟冻结束经提案委员更正为1/4，待至本委员会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林维洲，联署人许淑华、林德福。三至六，国使馆国史编纂拟简列数200,000元，提案人林维洲，联署人许淑华、林德福。三至七，国使馆国史编纂拟冻结数100,000元。四、国使馆就史籍书刊之多元出版方式向委员会提出检讨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周春敏、张宏禄、蔡逸瑜、段宜康。三至八，国使馆国史编纂拟冻结数100,000元。待国史馆全面检讨国史编纂业务，拟定戒严时期白色恐怖历史研究出版之短中长程具体规划，提出报告于委员会与提案委员，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尤美女、段宜康、周春敏。三之 A， 请国史馆加速开放脚步，使各界得透过网际网络便利的阅览史料文物档案全貌，以达研究推广之目标，并于6个月内向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评估预期效果及成效进度，提出书面报告。提案人蔡逸瑜，联署人张宏禄、段宜康、周春敏。四之一，国史馆台湾文献馆设备及投资拟动结束1/10，待至委员回报告相关，待至委员会报告相关改善方案，使得动之。提案人林维洲，联署人许淑华、林德福。宣读完毕。好，现在我们针对税处部分的提案，我们来进行协商哈。那个各个部会就做下去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一之一哈。
一之一跟一之 F 是同样的哈，那一之 F 是那个主决议，所以大家看一下，总统府这边有什么意见？气功功有，我要买个。气功功有这个过去立法院一直对我们提出检讨了哈，那的确是预算员额跟实际的人数是有一个落差，所以今年我们主动检列10人。那这个部分，我是不是能够在主决议的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加入逐年两个字来取代核实？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今年会主动检列，我相信大家应该会可以相信说我们真的有意愿来改善这个问题。那是不是我们逐年来检讨是实际的状况？因为今年我们已经主动检10个人了。好，那各位委员的意见。所以就是说，在这个主决议的 F， 好，逐年，然后一之一我们就不予处理嘛，哈，好不好？那我们，因为它这边有3.17，那不处理了，就不处理了，好 ，OK， 不处理。好，那我们一之一就不处理，好，那我们就一之 F， 就是倒数第二行加一个逐年，好，逐年核实检列计功。在35页，一至 F 35页。逐年检讨的检讨，然后核实检列机构的 ，OK， 我们就加逐年检讨四个字。那我们就一至 F 就是照修正通过哈。好，那是一至二。这个加班费，因为要符合这个劳基法的规定，好，而且我们这个很多同仁他的工作是被迫要加班的，因为他工作性质可能工作时间的关系，所以是不是这些预算删减跟这个预算删减跟冻结的部分呢？因为这都会影响到本府业务。那除了这两辆车辆之外，其他的部分是不是都不予处理？这个徐人的提案不处理了，好吧？等一下哈，现在是我们一至二嘛哈。加班费一至二是加班费，那加班费要给他们嘛？大家的意见，那我们就不处理，一至二不处理，好，那再一至三，总统府，就是你们那个国家发展，我们在这个接下来这个年度啊，实际上增加了非常多的这个业务啊，这任务编组的成立，事实上都非常精简的在编列。那包含新南向，包含年金司法改革等等，还有原住民族这个部分，其实每一个业务的预算大概就编几十万或者是100多，这个大概都是在简单的业务费，还有委员的出席费、交通费等等啊，事实上都编得非常简略。那一共才，所以我们这个部分今年度虽然有增加，但是这么多业务只加了400万。我刚刚我们早上主动删减的两辆车就800多万了，所以这个部分业务的推动实在是有必要。那是不是能够为我们保留？那各位意见呢？这个冻结有没有问题？冻结十分之一有没有问题？不冻结，你要他做什么？这个主席、各位同仁哦，主席跟各位同仁，我的建议是这样了哈。数位典藏的，这些数位档案的电话。哦，我的建议是这样了哈，因为总统府跟国安会的预算啊，这个一般来说立法院。这个除非是有特别的状况，一般都是尊重的哈。所以是不是我的建议是这样，就是说大家看一下这个到底有哪一个是要特别提出来的。因为我跟各位提醒啊，在过去在第八届的立法院呢、啊、过去这4年啊，这个只有一年呢、啊、国安会删了一笔35万，那么有一年呢、啊、总统府删了大概几十万了、啊、之外啊，其他都是照列。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检讨看一下，说大致上有哪一些是哪一位有坚持一定要删减或冻结的啊？否则的话，我是建议就是说，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预算就这样就照列了，我们就直接看一下主决议，看一下是不是可以这样处理。我觉得段委员提议也蛮好的了哈，我想总统府嘛，我们予以尊重。不，我们是不是也一样这样过去，好不好？段委员说：“好，我们还是有问题，把它挑出来。对，我们还是很快速的，一样过去了哈。那一至三，我们就不予处理。好，那一至四，就总统府也稍微说明一下嘛，嘿。这个委办费，这个80万是吧？
不是100万的。哦，100万，这个是那个针对那个我们那个元首治安呐、啊，我们要准备做那个云端呐、啊。好。云端委外的。云端委外是。云端委外。那就不予处理。还有那个 Gmate， 不予处理哈。好，那一至五就是刚刚那个车的，那这个也不处理了哈。那1至6。就这个国家年金改革的这个部分，实际上甚至现在正要进行。好，那这个也不予处理。这个1至6呢，跟1至11还有1至15呢，都是类似的。那我们是不是1至11还有1至15？哎，那个报告周委哈，这样啊，刚才反对党几位委员哈，是以我为代表，现在他们有事了。那么他们讲说，有一些你们总统府看看，有一些能够冻结1/10的案子，你们稍微挑一两个，挑两三个好不好？啊，你们自己决定，冻结的好不好？因为我想不想三年预算了啊、哦，尊重嘛，对总统府去尊重，跟段委讲的一样。在后面，那就用那个。好吧，好，有一些可以冻结的呢，不要冻结啊，因为对你们很尊重了，说真的，好吧，对你们很尊重了，你看他们都。我们自己觉得，如果是多编的，我们都自己。你们是一定要总统府。我们是想说钱给你们了，但是你们要做事。国际庆典的这样，好，那就后面庆典的，那就庆典的那个部分好了。好，那就1至6、1至11、1至15，这个是相同的，那我们这个就不予处理。删呢？800多万谁删呢？800多万也不用删啊。他们那当然我们自己删的800多。那个在后面。好，自己认为对了，你们自己还有认为要可以删的就删吧。他们已经删掉了。好，我们1至7呢？1至7也不予处理了哈，就是新南向政策的这个部分。那1至8是原住民正义，这个历史正义，这个我们也不予处理了哈。那1至9，这冻结1/10的，这可以吗？政电台委员，这就是冻结1/10整总统府对于办公室的清洁维护等类型的招标案，就是说希望你们清洁维护能够就遵照办理了。遵照办理，所以这个改成主决议上。对，你遵照办理就是冻结1/10啊、哦？不是，不是的，就是遵照这个委员的指示，我们尽量能够雇佣原住民。原住民，那我们这个就1至9改成主决议。这个1至9的部分呢、哦，就是最后一段把它删掉，这样就可以了。应将此国际趋势止于政府采挂第22条第一项第12款落实。作为裁量办理方式之一，到这边就结束了。好，作为主决议，好不好？好，就是把这个冻结案改成主决议，然后把原冻结这个部分删掉。哈，那是，你再念一次好吗？把最后一段，因为它就是第三段删掉，就是第一段、第二段到第二段就结束了，这样就可以了。OK。好，那就第三段整个删除，哈，就变成主决议。好，那1至10，1至10是我们建议也不要删掉。1至10不要删掉。是啊，1至10就不处理了。不处理是吧？嗯。但是没讲要删了、啊，是冻结而已。这个、啊、不处理了。不处理好不好？1至10不处理，好，1至11。不予处理。好，1至11，对，1至11刚刚处理过了。好，不予处理。好，那1至12，1至12跟1至13是一样的，就是国家庆典的这部分，那你们是要冻结，还是酌予删减？酌予删减是吧？冻结，冻结还要经过一个。好，那你们要酌予删减多少？自己再增结这个开支。你删减多少？你要删减多少？算了，国家庆典要删，国家庆典不要删了。
庆典，这庆典就不要删了啦，要过去就好了啦。就不要处理，不要处理。好，那就不要处理了。所以一至十二、一至十三都不处理。对，没有宽厚。好，那一至十四，这南新南向，那不予处理了。一至十四不予处理。好，那一至十五，一至十五也是新南向不处理哈。不处理。那一至十六。这是也是对原住民的就业机会的，不太一样。这个不予处理了，刚才已经做过决议了。嗯。一至十六不予处理，那一至十七。报告委员，这一至十七主要是我们的澄清志工的这个交通费、物餐费、保险费、训练费，我们一年办四次讲习，因为我们总统府的这个民众的陈情案件非常的多，所以只要我们开门就需要这笔费用。就冻结一点不行吗？冻结十分之一，十分报告，不要再冻结，不然的话你们委员去帮忙接电话了。这个职工都是自愿免费来的。对。其实冻结十分之一，你提个书面报告就好了嘛。我才160几万，179万，那准备第一个月把它用完了。好了好了，这个不要处理了哈，一至十七不处理。好，一至十八，一至十八跟一至十九是一样的，这都两岸关系的部分。总统府说明一下。其实两岸关系跟区域发展这个乡下大概就是新南向的业务了。好，所以是不是能够不予处理？好，那一至十八、一至十九都不予处理。那一至二十，公报，还有敬老的金的，最主要是敬老。敬老基本上这个，因为这个是从民选总统以来啊，是回应民间这个老人协会的需求哈、啊。那从85年民选总统开始啊，我们都有这个发给这个百龄人瑞的这个敬老状，然后从91年开始啊。就是以总统的高度啊，再送一个小礼物，哎，大概两部分，一个就是当一个人满了100岁的时候，我们就会送一个东西啊，另外一个就是其对，啊、剩下是每一个满100岁的人，每年都会收到一份礼物了哈。那我知道大家会觉得说，我们65岁去了打6折嘛，我这样去有没有？他有一个百岁人类的资格，还给你打6折，我愿意你一定领得到。这个我。这样，因为大家会有意见，是因为那个卫福部也有在做，就是每年敬老，他们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行动，这样一个部分。那我这样是不是如果说改一个主决议，让我们回头去跟卫福部做一个这个检讨，这样？其实哈，人民要的其实就是总统的那个匾额啦，对不对？礼物其实是不是那么重要？礼物其实是政府机关去给就好了，因为大家其实就是总统的那个墨宝比较。这个如果删除的话，就变成说。大概就没有，就是说，百姓他觉得没有总统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纪念意义的东西了，对，所以，所以你要检列吗？还是没有这个不处理，就不处理，好，那不处理，一至二十不处理哈，那个他跟一至 L 哈，一至 L 就是要你们回去检讨了哈，那看要不要用一至 L。就是主决议，不过这你们要来报告，书面报告，书面报告提书面报告好了，就是你们对这个部分的一个检讨哈。那我们就通过一至 L。好，那一至二十一，一至二十一跟一至二十二、一至二十三是一起的哈。这就是车辆嘛哈，就是。那就依照一至二十二好了，就是820万都全部删掉。哇，当我论委员要全部删减哎。哈？一至二十一不予处理，那一至二十二专案，那一至二十三，这就这三个并在一起好了。不处理了。一样吗？都是一样减列820万，所以一至二十二、一至二十三。跟一至二十一的，一至二一、二二、二三，就三个并案处理，那就是把820万全部删除的。哎，好，那一至 A 主决议，这个总统有没有意见？应该没有问题。
好，应该要检讨嘛？对，现在还有这种国民政府啊，国富林园管理委员会，这个应该要改的吧？啊，好，那一支 A 就照案通过，一支 B。一支 B， 这个是要我们提报告，还是提考试院提报告？这是不是在考试院那边来处理会比较恰当？因为这个就是考试院派点是委员长的方法嘛。这个是考试院呈报给总统府派的，所以不是总统府主动派的。原则上他就会报一个人，所以要坐在考试院呢。没有的，有决议啊。没有，还有看见了。我还有另外一个会，你去忙吧。好。你去忙了没关系的。我代表国民党开玩笑。严格监督的。那个蔡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因为他们不是主动，他们是考试院报上来的。他报上来就是一个人了。好呀，我来。好，那一支 B 测案好。那一支 C， 总统府的意见。一支 C 最后的文字啊、哦，这个逐步取消模板，这边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用检讨既有的这个惯例仪式？那我们来逐步做一个检讨。事实上，我们在刚就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对那个仪式有做一些调整了，也是往这个方向进行。那是不是文字稍微写，就是检讨既有的惯例仪式，端正民主制度之价值。OK， 那就照这个修正文字哈，就改成逐步检讨既有的惯例仪式，把这个取消膜拜遥祭类的这几个字删除哈。好，那就是依照修正通过。那一支 D， 总统府没接，核灾食品，这没问题吧？这个是这样，因为这是前两天的这个会议记录。那我们现在因为这个会议记录还在成核，所以我可能要回去了解一下它的状况。你们可以公告这样。那这不要，这不予处理好不好？参加那个会议，我不太确定里面有没有。大家的意见。那不予处理了。这不予处理。不是啊，他只是要你提供谈话内容跟会议记录而已。我没有确定那个会议有没有什么涉密。哦，机密啊。因为他现在这个功能现在在外。机密等级以外嘛，不要牵涉到机密等级嘛。在不牵涉机密等级的范围，算了。这是总统跟外宾的谈话，这个不是开会，这只对啊，这个不是会议记录啊，不予处理。一支 D 不予处理，那一支 E。这是公有的，所以你们可以去调整吧。刚刚逐年检讨，那在第几啊 ？F 啊，一样，刚刚讲了，对，刚才是在一支 F 处理的。好，那我们就用一支 F， 那一支 E 就不处理了。那一支 G， 这庆典的，这个如果是评估，当然没有关系，不，因为它这个是现在是由院长的苏院长这边在处理。你们去评估啦，我只是觉得说，坦白说，这是过去历史留下来的，其实跟立法院没什么关系啦，这是在总统府嘛，只是那个时候为了要维持一个，因为现在的总统也是全民选出来的，其实民意的代表性是超过立法院的院长。提案人是谁了？提案人是小弟我本人呐、啊。各位手上拿着，我原住民，我靠！各位手上拿着这本，我只有提了这个案了、啊。是，那我们就回去评估。好，那就照案通过哈，一支 G 照案通过。然后一支 H， 一支 H 就是国家人权委员会的，就是你们回去检讨吧。好了，可以了。可以吗？就国家人权委员会啊，规划时程啊。没问题的。好 ，OK。好，一支 H 照案通过哈，那一支 I。
这民间产生的意思是要由民间用一个什么机制来产生？现在不是，因为我们其实邀请的大概就都是民间啦，只有政府代表大概只有总统跟司法院院长和法务部部长，其他都是民间的委员。那个蔡委员，因为机制跟组织法制化，这恐怕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运作了，所以。那是不是可以增加说，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可以再增加的这个增加民间的代表、民间代表扩大参与、扩大参与，好不好？好，在第二阶段，因为我们现在第一阶段嘛，哎，是。那我们是不是增加文字是？没有三个阶段，事实上后续的阶段都会持续的扩大。对，那在第就是后续阶段，扩大民间代表的参与，好不好？好，谢谢。我的建议是把最后一段删除就可以了。应设计一套机制，由民间产生具公信力之委员得以更全面收集施改之建议，到这边结束，就是你们去设计看看了。那就最后一段删掉，蔡委员同意吗？同意。同意，好，好，那我们就依照修正通过哈。那个啊，刚刚那个。设计一套机制，由民间产生具公信力之委员哈，这委员可不可以改成这个，比如说代表或怎么样？哎，因为现在对委员已经快额满。等一下，等一下，可是他前面有写哦，他且私改国事会议网站中，亦有许多网友表示想参与国事会议之实质讨论，想进入委员会担任委员。私改国事会议之本意是为收集民间之意见，应设计一套机制，由民间产生具公信力之代表。之代表。代表。或是后续阶段应设。那个刚才招委所念那一段，就想进入委员会担任委员这一句拿掉，哦、就是参与想要参与实质讨论嘛。私改会议之本意是为了收集民间意见，应设计，然后应设计一套机制，有一套。新设计一套民间意见得与参与之机制，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可就是可以更全面收集私改之建议，也就是他参与的那个形式不一定是要来担任委员，就是实质的出席是不一定，但是他你要有一个机制让他可以表达他的意见嘛。可是这里其实不太一样呢、啊。你一个是说我只能够单向的提供意见，跟一个是说我能够去参与会议，然后实质的双方的讨论，我想那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其实主要的是说，我除了在网站上我提供意见以外，我也能够实际去参与，就像现在年金国事会议一样啊，就是很多的民间的代表，他们能够实际参与、啊。所以，如果是就后续阶段，让更多民间的人可以进来参与讨论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可以做得出。那就是我。我是不是就这样？就是刚才那个建议，就是把想进入委员会担任委员这句拿掉，好，然后把后面的那个具公信力之委员就改成代表，然后最后一段删掉，这样可以。好，那就是倒数第二段的。第三行倒数第三行，想进入委员会担任委员这个部分删除，然后应设计一套机制，由民间产生具公信力之委员改成代表，好，得以更全面收集施改之建议。那最后一段删除，蔡委员这样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那我们就依照修正通过哈。那一支 J。中东委员会见。一支 J 就不要处理了啦。一支 J 不要处理，好。那一支 K。这公报定期公告，这没问题哈。那一支 K 通过哈。然后一支 L 刚刚处理的，那二支一，二支一跟二支二一起处理哈。哦，这边这是国安会的，对，这是国安会。我想刚刚在质询的时候，这个我知道，哎，这个已经有跟这个委员有做说明啊，因为这个质询委员的部分会是总统特聘之哈，那这个是从这个国安会组织法
好，那这个咨询委员非常重要，因为他是我这个总统在于相关的这个国安、国家安全的啊，像治安、像国防，然后像这个两岸、像外交部分啊，他们是重要的这个咨询的这个委员。那基本上他们的这个资历也是非常的高哈，所以是不是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建议我们是不是以这个后面有2B 的主决议来处理？像这样是不是适合？对，好，没事，可以走了，可以了。对，秘书长可以走了吧？他审完了，好，应该可以吧？他们没事吧？小段，秘书长留在那边干嘛？我们应该没有。没有，赵伟，你说他可以走，一直可以走。你先走。最后那个宣读，他那个，没有一个副秘书长，没有这样。好，那你稍微等一下，快好了，好，稍微等一下好了。那个二之一、二之二跟二之 B 哈是同样的，那我们是不是用二之 B 的主决议通过？好，那二之一、二之二就不处理。那二之三的部分跟各位委员说明哈，这个在9月份的时候，国安局针对这个预算编列的这个问题哈，他们已经提案提这个组织法的修正案，那有提送由国安会这边转送至行政院。好，那我了解应该是今天在行政院会有做进行讨论，好，这个部分已经有，就是说相关的这个所谓国安局的这个预算编制的部分，它已经做了这个相对应的一个处理了，所以不予处理，不予处理，不予处理，二之三不予处理，那我们二之四，那这边跟委员说明哈，因为在这个部分我们基本上国安局国安会这边是做一个。算小型的一个网页型的网站哈，那因为国安会的许多业务基本上涉及机密，所以我们没办法以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篇幅来做这个网站，所以这边跟委员做说明，不予处理了。是冻结十分之一呢？不要冻结，你叫国安会去设一个网站让大家去看，他要看什么？那你干脆办民众参观国安会算了。不要了，不是这样子搞。对不起，因为这个真的很多都是机密资讯，我们没有办法放到网页。对，那我们是有必要的，我们有放在。我被他骂死了，等一下。我代表他们了，你知道吗？谢谢委员，我们有。好了，不处理了。二之四不处理哈，那二之 A 跟二之 B 其实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就是跟用二之 B， 或是这个兵案，就是兵案处理，就是往这里面去检讨嘛，哈。就是二之 B 的，用二之 B 的。用二之 B 的，好，用二之 B， 那这样二之 A 我们就不处理了。那二之 C， 就是相关的，就是相关于前面的二之三，对不起。二之三，张委员呢？没意见，所以是要照这个通过还是怎么样？二之 C 不要，二之 C 不处理。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国事馆三之一。三之一，这个是这个可能这个委员这个计算上有一点落差哈。其实我们是按照行政院的标准编列的，因为我们只有一个馆长一个副馆长，所以两个人除起来就跟一般的部会一个部长两个次长这样这个除下来。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这个是依照中央各机关首长副首长特别会之类标准列这个列支标准表编列的了。好，那这样三之一是不是不要处理？好，三之一不处理。那三之二三之二是我们三之二、三之三、三之四、三之五、三之六不处理的，好不好？好，不处理，谢谢。OK。三之六，还有四之一也不处理了，好不好？三之七不处理。三之六、三之七呢？也都不处理。三之七、三之八，这是谁的？都是你们的。三之七、三之八。三之六不处理哈。三之七要不要处理？三之七，那个周委员。不用处不处理，好，三十七不处理，那三之八要处理啊？对，要处理吗？对，三之八要处理。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
这个蒋中正总统的档案整理完之后，我们就接着就整理这个蒋经国总统时代的档案。这个档案是你们戒严时期的那些恐怖还是恐怖的总统都不对，就是整理出来之后，就可能可以从就可以从目录里面捞出那一些资料来，我们就会开始做整理那一些。戒严时期跟白色恐怖的档案。所以你们的预计呢？你们的时程是怎么样？我们三个月内就可以这个跟委员提一个书面报告。那这改成主决议好了。改成主决议了，就是倒数第四行的据点之后，据点之后就不用了。是。没有，他要提出那个啊。提出你们时程，三个月内，三个月书面报告啊，来跟这个这个大院这个报告短中长程的具体规划啊。好，那就是据点之后，接下来就接到倒数第三行，请国史馆全面检讨国史编纂业务，拟定戒严时期白色恐怖历史研究出版之短中长程计划，于三个月内。向本院司法法制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这样可以吗？可以。好，那就依照修正，你可以哈，依照修正文字通过哈。好，那三之 A， 三之五一样，跟三之五是这个一样的，所以。跟三之是不是可以这个不处理？三之五是没处理。那个蔡委员啊，你蔡委员，三之 A 是你的，主决议没关系吧？是，是，好，那六个月内提出书面报告嘛，哈，是，那就三之 A 照样通过，好，跟主就主决议嘛，嘿，三之 A 主决议。好，那四之一。因为我们事实上已经在我们的网页上面把这些残障测试都已经放上去了，好了，好了，嘿嘿。所以就不予处理是吧？好，四之一不予处理。没有了吧？好，那没有了，好。打我。下次欢迎再来。欢迎啊。这蛮和谐的嘛。谢谢委员。对对对。我要回去了，你们先干。好，那我们现在宣读协商结论哈。宣读协商结论，提案一之一、一之二、一之三、一之四、一之五、一之六、一之七、一之八均不予处理，一之九改为主决议。第三段文字第三段删除，一至十不予处理，一至十一、一至十二、一至十三、一至十四、一至十五、一至十六、一至十七、一至十八、一至十九、一至二十均不予处理，一至二十一、一至二十二、一至二十三并案处理，照。一至二十二删减八百二十万，一至 A 照案通过，一至 B 撤案，一至 C 修正通过，文字修正为倒数第二行，为配合转型正义之政策，原请总统府逐步检讨既有的。惯例仪式端正民主制度之价值观，一至 D 不予处理，一至 E 不予处理，一至 F 修正通过，文字修正为倒数第三行建议该府允宜依规定及实际人力需求逐年检讨核实检列技工工友及驾驶之预算员额，以落实政府政策。一之 G 照案通过，一之 H 照案通过，一之 I 修正通过，
文字修正为最末段删除倒数第二段倒数第三行删除想进入委员会担任委员文字，倒数第二行应设计一套机制由民间产生具公信力之代表。一至 J 不予处理，一至 K、一至 L 均照案通过。二至一、二至二、二至三、二至四均不予处理。二至 A 不予处理，二至 B 照案通过，二至 C 不予处理，三至一、三至二、三至三、三至四、三至五、三至六、三至七均不予处理，三至八改为主决议，文字修正为请将倒数第四行原冻结的部分，原冻结106年度国师编纂业务编列之经费100万元部分文字删除，然后倒数第三行改为请国史馆全面检讨国史编纂业务拟定戒严时期白色恐怖历史研究出版之短中长程具体规划，于三个月内向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三至 A 照案通过，四至一不予处理。宣读完毕。好，那各位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好，那一至 C、一至 G、一至 K、一至 L、三至 A， 那由美女加入联署哈。那现在如果没有异议，我们就照协商结论通过哈。那提案已经全部处理完毕，区域委员提案未涉及税出预算部分均照列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总统府主管不含中央研究院受制部分审查完竣，提报院会，院会讨论前需交由党团协商。本次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谢谢大家。谢谢，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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